行，我到时候想想，来翻一翻你邮箱，你到时候看看啊，未必能设计的好。行，不着急，我相信你能力，你就放心吧。张威，哎。 你怎么打人呢你？我家有自己家儿媳妇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教育你也不能打人啊！你谁呀？我是他同事。同事？怕是打着同事的幌子，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吧？干嘛？别跟这种人计较，咱回家走。等会儿，打完人跟人道歉。不用了，和你还来劲了你呀？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别来劲啊！高先生，你太过分了吧！ 你怎么认识？我怎么不认识你？你原来是广告公司张威的老总，现在在外面独立创业，对不对？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你跟人道歉。你别来劲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你是个外人。高总，高总，高总，你别参与了，我们家的事儿。妈，我做错了。别叫我妈。我告诉你，我最恨别人骗我了。你说说。 我给你报了瑜伽班，你表面上答应，暗地里去找各种理由溜掉，不让你碰着电脑，你整天抱着他满世界跑。你自己说说，你多少次挑唆我儿子跟我的关系？你这个狐狸精，回家我再收拾你。你穿成这样，你好意思说别人？穿这样怎么了？我自己挣的，我自己劳动挣的，我不是靠别人，怎么了？我穿这样，我告诉你，这今天就是干女儿家，干人打折你腿，你信不信？给我让开，走，你进了你还。 张威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个，修改方案三天之后发给你。工作不重要，家里事要紧。我先走了。张平，你喜不喜欢我呀？不喜欢。为什么？是我哪做的不够好？我可以改呀。因为我已经有喜欢的。 张婷，我知道你有喜欢的人，但是我可以等你，等你喜欢我。别以为没看见。你看见什么了？人前认真，背后偷懒。你赶紧把这菜给我洗了。就这让我给你干活，想好怎么还我人情了吗？ 又是什么人情啊？我白给你在韩经理面前说好话了？当什么呢？这也算是个事儿。你真的是白眼狼啊！以后啊，别想让我给你帮忙。行行行，你想我怎么报答吧？你能不能拿出点诚意呀？你这样，菜我也不帮你洗了。你怎么说着说着就急了？ 一惊一乍。行行行，我错了。晚上我请你吃烧烤。真的？你不喜欢吃烧烤呀？不喜欢算了。哎，谁说我不喜欢？喜欢。行，那下班以后见。好，一言为定啊。一言为定。赶快去把菜洗了。 哎，您凭什么打张威？凭什么动手打他？你看看，你看看。您怎么能查张威的通话记录呢？我不查他通话记录，我能发现问题吗？你看看。 每天不但跟他通电话，还见面。您简直不可理喻！你这么做太卑鄙了。我还卑鄙了？他每天在外面招蜂引蝶的，咱们李家哪点对不起他？啊？找这么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您够了啊！怎么招蜂引蝶都出来了？薇薇在高翔公司上班这件事情我知道，人家公司走了一个策划。 人求着薇薇回去帮忙的。
就这么简单，这能不天天打电话吗？妈，您说啊，自从薇薇嫁过来之后，什么事情不听你的？就今天这事儿，她连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。为什么不打呀？她为什么不打？她心虚。她现在为什么在外面躲着不回来呀？她不回来也是让您给逼的，我看出来了。 他做什么都不对，您就是对他不满意。你算说对了，我就是不满意。我王雪梅不甘心，我这么优秀的儿子为什么找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？行了行了行了啊！全世界就您儿子最优秀，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在我心里，张薇比我优秀一百倍、一千倍。妈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不希望这件事情还有第二次。这是对张薇的尊重。 说好6:30吧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呀？你能不能不迟到啊？小洛，为了感谢你和张婷在医院陪我，今天我请客，坐吧。哇，别相面了。 庆祝乐乐的早日康复出院，咱们一块儿喝一个。来，干了！干了！哎，这个不能喝，伤口还没好呢。我替乐乐给你喝一个，感谢你。要不是你挡着韩瑞，我就不可能全心照顾乐乐了。 干一个，我先干为敬。你看，你们俩也别光喝呀。小鹿，来，吃青椒。谢谢。哎，这个你不能吃，红了。 吃，太油。你吃，挺好吃的，吃吧。这个你也不能吃，油炸的。哎呦，那你叫我来这儿，我到底能吃什么呀？我特地给你点了沙拉。服务员，我点的沙拉呢？ 心疼你，对不起啊。
真的已经很努力了，真的，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。我努力成这样，你妈一点都不在乎。全看在眼里了，我知道你很迁就他，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是我不好。这件事是我妈不对，她不应该打你，我替她向你道歉。我已经跟她说了，以后不要让她再干涉我们的生活。这一次，我真心请求你原谅我。真的，我坚持不住了。什么都没有了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妹妹，别这么想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啊，我就不怕辣吗？我就不怕油吗？就他怕辣，就他怕油。差不多就行了，你别端着了啊！一会儿他们回来，该怎么说，我可都教你了啊！他们回来了啊！回来了，坐吧。来，快坐，快坐。微微啊，今天。你婆婆打你是她的不对，但你们俩都知道她的脾气。这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底下，何必搞得跟仇人似的呢？今天我做个和事佬，咱们赶快把这事儿翻过去，以后谁都不提了，行不行啊？小姨，你什么时候成了我妈的发言人了？怎么着，你表个态吧。对的地方，我不该瞒着您，对不起啊。我打人不对。没了。我觉得最恨人骗我了。其实有些事儿大大方方的说出来，也不至于发生今天这事儿。大大方方说，您能让他去工作吗？工作那当然是不行了。张薇啊，我还是要告诉你，在要孩子之前，你那电脑必须得收起来，不能再碰了。手机可以打，但是也得少打，就电子产品这些都不要再碰了。如果我说的这些你都能做到，今后我可以不戴有色眼镜看你，也可以把你当亲闺女看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是说来说去，您又绕到生孩子这事儿上来了。我今天还就告诉您。我跟微微不要孩子。你敢？你再说一遍。妈，我答应你，你给我3天时间，我把给朋友的方案做完。我不想失信于人。再说要孩子也不差这3天时间吧。什么3天？你别说话。
你说的啊，三天。好，妈答应你，给你三天时间啊。我这人最讲理了。进。哟，高总，你来了，来，请坐。我今天来是想来给你道个歉的，昨天那个事儿一定让你为难了，对不起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倒是我妈让你见笑了。不不不，我跟张伟也算是朋友。昨天那种状况，真的不愿意看到，所以我想告诉你件事情。请讲。自从我找了张威给我们公司做策划以后，我发现总有人在跟踪我们。一开始我以为这是别的公司的奸细，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人好像是针对你们夫妻俩。我那么说，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结婚之后第一次约我，我心里特别激动。你不用激动，我约你出来是想告诉你，不要接近我的家人，无论是张薇还是我妈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可我就是喜欢你，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你。够了，陈家子。如果你再让我知道你做出什么伤害张威的事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钱包吗？这孩子不带钱包怎么行啊？张老师，啊，那个张婷钱包忘这儿了，我给他送去啊。哎，我去吧，我去。嗨，我去吧，你休息呗。反正我在家闲着也没事儿，我顺便去看看他是不是又迟到早退了。哟，孩子这么大了，你还查岗啊？那行，你多穿件衣服啊，别冷着了。就回来了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哎呀，我来看看你们。他们都不在家，你改天再来，改天再来。你总得让我进屋把东西放下吧？我放下我就走。行，进来吧。这你不是在家呢吗？谢谢啊。他大姑，你看我这个是明前茶，托人在茶厂买的，给亲家喝。我这还有点燕窝，是从印尼带回来的，我的朋友送给我的。我一看，送给你挺合适的。送我？过期了吧？燕窝哪有过期的呀？你看你真是的。再说了，过期我能拿来吗？我成什么人了？你坐，你坐，你坐下说。我这人啊，脾气不好。有时候说话也不好听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往心里去啊！咱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咱和和气气的相处，啊！不不，你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我没事，我什么事儿也没有，就是来看看你们。对了，我听张威说你烧的鱼特别好吃，
也想跟你学一学。嗨，他想吃，告诉我一声，我做好给他送过去不就得了？那多麻烦呀！你做好了装上，再给他送过去，这到那也有点凉了，也不好。再说，你就告诉我怎么做的，我学一学，我不就随时每天都可以给他做了吗？那不复杂，主要是，要河鱼啊。你等一会儿，记一下啊。西边出来，西边什么鱼好啊？西边的不用，东西都行。那个西边都行。主要是要河鱼。河鱼？对，新鲜的。小鹿，小鹿，昨天晚饭吃的开心吗？你以后别过来找我说话了。怎么了？青椒过敏了。你们吃了就翻脸不认人、啊？昨天那顿饭是你请的吗？明明就是人家乐乐请的。是乐乐请的，那又怎么样？我请他，你不一样吗？哎，你嘴里还有句实话吗？你摩托车没卖，非得骗你爸说摩托车卖了。小鹿，你说什么？我，爸。你们两个还不认识吧？我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天天团购网的马经理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位呢是烟雨香香的肖总。听说李思静最近在搞什么团购，你们这些股东好像都说不上话啊。亚子小姐是不是又对我们烟雨香香有什么新想法了？今天呢，我请你们两位来。看看我们能不能联手做点事情吧。联手？和别人联手对付我自己的企业，这有点说不过去吧。和我联手，你一年的分红要比现在多得多呀。行，我考虑考虑。马经理，下午的事没问题吧？佳子小姐，这个事情来喝。张老师，那个别生气了，喝口水啊，别气了。你今天非得跟我说实话，你把摩托车弄到哪儿去了？你别听那个赵小璐胡说，车我早卖了。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？啊，满嘴胡说八道，到处给我惹祸。张婷，别让你爸生气了，赶紧说实话吧。啊，我说的就是实话。你还拧是不是？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怎么着啊？你想打人了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老师啊？怎么教学生的呀？打打打打打！我打你干啥？你说不说实话？说不说？这就是实话。就是卖车吗？光卖！
到这儿。先别动，别动，啊、别动。张婷，张婷，张婷，我你想干什么呀？我就是来看看张伯伯还生不生气、啊。你知不知道你很烦啊？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白天的时候不应该乱说话，但我真的不知道张伯伯会来。松手！你很烦，知道吗？张婷，张婷，我不烦你。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把摩托车卖了，你开心了吧？张婷，我上楼跟张伯伯去说，我错了，你别卖，求你了。我松手。张婷，张婷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在跟踪我？我只是以你对待他们的方式来对付你自己。你对于张威和李思静那种行为可以停止吧？我要是拒绝呢？那后果你自己能想象得到吗？你在威胁我？我不是威胁你，陈小姐。我觉得你用这种方式去得到一个人，这种行为未免显得太卑鄙了。你又是为什么呢？你不就喜欢张威吗？你恨不得让张威离开李思静，和你在一起。我觉得这样挺好，咱们俩都两全其美的。不不不，我跟你不是一路人。反正呢，照片在我手里，啊，后果你考虑清楚。不就是几张照片吗？你去报警吧，我不怕。我不会报警。如果你不停止这种行为的话，我会把这些照片寄给报社。那后果，我想你自己能想象得到。好，好自为之。
老伴儿，知道我多舍不得你吗？行了，不说了，最后的道别。哟，这人怎么这么闲？怎么着，小老婆生病了？我保养的好着呢，不过我家那个老古董不想让我金屋藏娇了，没办法，我想来想去呢，怕不懂的人不会欣赏他，委屈他了，就开到你这儿来了，开个价吧。看给你酸的，要不先放我这儿存着。你就别再往我伤口上撒盐了，说吧，多少钱？行行行，那就八折收你。八折，行，八折就八折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万一我哪天再回来取，你还得八折再给我，不许坐地起价。放心吧，你就我是那样人吗？我成交。李总，我已经查过了，团购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了100万啊！把网页打印出来，召集所有股东开会。明白。安东，把评论给大家念一下。嗯。说一下这个不靠谱的网站嘛，打电话预定说有位置，结果去等了半天才有人带我们进去，然后问我们团购的券要不要看，结果对方特别惊讶，眼神从半死不活变成鄙视。你们说服务员这种态度我们还消费什么呀？奉劝大家千万不要买这家的团购。大家都听见了吧，简简单单的一个评论就让我们在一天之内损失了100多万，大家有什么想法？这才只是一个评论。互联网这东西，我们年纪大了，不大懂。可是当时，我不赞成你推广什么团购，你非要搞团购，现在又弄成这样，你要我们说什么好？肖总，这个时候推卸责任没什么意思吧？第一天168一位，第二天230元两位。我想请问各位，这事儿谁跟我商量过？这明摆着是内部有人在搞鬼。我知道，有些人觉得我年轻，很多事情没有听取大家的意见。是谁搞的鬼，我不想追究，我只想告诉在座的各位，烟雨潇湘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每位股东的利益。平时你们不操什么心，一年你们收益多少自己心里有数，不用我多说了吧。这件事情有5个解决方案，会后由安东发给大家，是哪个部门的问题，就由哪个部门去解决。散会。听说你们今天团购出了问题，亏了不少啊。是啊，是挺麻烦的。如果我告诉你是我一手操控的，你会不会感到奇怪呢？不奇怪，你做什么事情我都不觉得奇怪，只是我不明白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。
我的好处就是让你后悔。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你不娶我是你最大的错。我也告诉你，我特别庆幸当初没有娶你，不然简直是家门不幸。还有，这种小事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，让你失望了。找你有事儿，这么晚了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必须要跟我出来，就这样。这么急着找我有事儿吗？张薇，我恨你！你为什么要出现？这个是我的，你为什么把他从我身边夺走？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痛苦吗？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？啊！管我，我从幼儿园回来，一个人坐在楼道里，孤零零的等着他们回来开门。这时候，思金哥发现了我，他拉着我的手，把我领回了家。就在想，我要报答他。等我长大以后，一定要做他的新娘子。
知道思金哥对我有多重要吗？你这个爱慕虚荣的女人，你根本就不会明白的。够了，陈佳子，你对他的爱不能成为伤害我的理由。来不及告诉你，并不想让你走，来不及找到可以原谅的理由，空荡荡这双手抓不住这借口，有句话好久好久都说不出口，爱不能太纠缠，我和你谁都无法承担，爱太难到一段，到最后我只爱这简单，不管距离相隔多遥远，闭上眼我就会想起，哦哦哦，过去想和你联络，想要得到线索，从此这世界不再有寂寞。简单。